他是，我都跟学员说他是，舌头顶的上颚在背书，就是有笑容。可是他真正讲的话有没有让你感动？我觉得见仁见智，我是觉得很假，我是觉得很假。 那他们 SOP 是这样，可能我去吃的几家很假，可能有的真的是真心流露，可是以真心流露跟很假是有区别的。那王品这个他做的很好，是他的这个调查满意度调查，他很落实在做，所以他针对每一样的客源，如果你是常常去消费的客人，他就会很清楚知道说你的客源是怎么样，然后你可以用他在用餐、他点菜，或者是他之后留下来的这个满意度调查。 来去分别去过滤你的客源，知道说哦，他希望坐在冷气口，像我怕冷，好、哦、在冷气口，他怕冷，我他喜欢坐在角落，他喜欢坐在什么样的位置，那他喜欢的东西要清淡一点，像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去 care 的客人，我有去注意到一个客人，他吃全素。 他吃全素哦，所以我特别去买了一个锅子，上面就写的这个是素食专用，还买了一个，因为中餐你在炒，炒完你两边夹菜，一碗菜就请你，啊，我有没有钱成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炒过猪，我特别去买了一个锅子去给他，然后我还跟厨房特别交代，只要这位先生来，他点，他每次他来都吃 buffet， 但是 buffet 能吃的有多少？虽然每次都会点素炒饭，所以。 你就他一来，你就素炒饭就可以准备料，可以准备料，然后他一讲就那锅子拿来就马上炒，所有东西放的没关系，因为他我觉得他是我的 VIP 客人，一个礼拜最少来两次，哦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什么展，就是都住在饭店，然后来就是吃，他付 buffet 的钱吃一盘沙拉，吃一个素炒饭，顶多再喝一个素汤，再吃一点甜点，这样就走了耶，好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。 那一天为了他，我们就很忙嘛。那我就特别交代啊，说你要先弄他的东西啊，所以就弄了嘛。弄了以后就素汤素饭就一直去了。他沙拉干吃完，点了素饭素汤不到7分钟，我记得不到10分钟，他的素饭素汤就给他了。结果他就说，他吃到有油味，他吃到有猪油的味道，怎么可能？ 我们是特别为他准备，那是怎样？为什么？他认为太快了，他认为我点菜点那么快，你一定没有把锅子洗干净，所以呢，他就觉得那个油味道，所以他就端进来。端进来之后呢，我就在厨房，我就在做确认，我说你刚刚是用这个锅子，确定没问题？我说好，我就跟服务生说，来，你阿弥陀佛念10遍，你再送进去。 按念10遍出去就没问题，好，那后来我有跟他解释，他吃完以后，我后来跟他解释，我说姓江还是什么，我说江先生，那个为了你，我们特别买了一个专门炒素食的锅子，因为常常为了洗锅子会浪费很多时间，对，铲子也是，就是买了一个，后来他才知道说，哦，那让他知道。 因为他刚刚他觉得说怎么可能，他吃完沙拉，然后他点菜10分钟，素炒饭跟素汤就做好，对，所以晚一点出去就好，就晚跟我们出太快了啦，出干饭呢，你有干饭你五岁就请你，不要给他解释，不要给他解释，就他也就可以吃完，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你要遇到以后，你就会知道点点滴滴。 但是我觉得，既然大家都是餐饮人，我觉得餐饮是会让我们开心的，会让我们快乐的。因为做再怎么辛苦，做完以后你有那个成就感，那个成就感其实你再怎么辛苦，再回头看一看啊，甘愿，真的甘愿。因为在业界也是很甘愿，就是辛苦。对，我其实我那时候离开饭店到学校教书，那个薪水基本上是往下大很多。 但是我那时候想说，我如果在一年里面，我可以培养两个主厨或几个领班，我把这些有兴趣的孩子，我可以让他导入
这个餐饮，让他很快可以融入这样一个餐饮的一个家庭，一个文化。那其实这样的成就感，我觉得会比我当主厨要好。虽然当老师，你们感觉是很轻松，但是很多东西其实也不见得是这么样子，因为现在生的少，很多家长其实比澳洲来的客人还要澳洲。对，那但是就是你出自于你那个你的心，就跟我们做餐饮一样，再怎么辛苦，我们是为了你的孩子好，我们是为了怎样的坚持，该坚持还是要坚持。那我想餐饮这一块，大家一定是对他热爱嘛，你没有热爱这一个，没有热爱餐饮，你不可能从现在还走到现在还继续坚持。那既然大家继续坚持，就要继续加油，然后把这样的饮食文化好好的提升。老师，那现在的消费者对此来说很讲究，然后也不是都是食品的，那除对厨师部分啊，那自我的提升也是还蛮重要。那在台湾来讲的话，有没有比较水准级的，就是可以让厨师提升的一些学业也好，或者是反馈给其实从我毕业回来，1993年那一年回来，其实开平那时候开始餐饮科，他慢慢开平在那边开平餐饮学校，然后再来民国94年开始成立高雄餐饮学校，然后94年、95年景文，96年就是我们学校那时候叫德育技术学院，我在金国以前是德育，还有屏东的大德。这一些大专的学校开始慢慢的出来之后，那我们聘了很多的业界师资，所以基本上其实小朋友现在，如果你对餐饮有兴趣，你要念餐饮的学校，其实现在全台湾到处都是有餐饮科。真正在实际方面，那真正实际方面，其实是要矫正他的观念。我觉得他的观念是会比怎么教你做菜要来的重要，因为这一道樱花虾炒饭，我教你炒十遍，你绝对可以炒得跟我的味道大概九成相像。但是你怎么跟这样的环境，你怎么跟你的同事相处，你怎么样应对进退，你怎么样把餐饮伦理导入进来，让小朋友知道餐饮的伦理，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。那其实现在每一个学校都有在做这一块。你觉得真的要学厨艺好，当然就是现在最好的，那就是高雄餐饮大学，台中就是红光，对，不然就来找我，都学校，不然就找我，我非常严格。厨师讲真，他在那个职业职场上，你要让他回到学校去念书。你说在职场，然后他，你是现在说原来是厨师，现在要再提升，对不对？那厨师要再提升，我中餐我不太清楚，好，那我讲西餐的部分，基本上很多人他们都会选择出国，对。所以台湾目前是没有什么不是建议。你说要去哪里学东西吗？学东西的，对，你如果要学东西的话，其实在饭店就学了很多啦，你18般武艺你都要学。多跳几个餐厅，多跳几个饭店，你就会学到很多。对，然后你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你遇到不长进的主厨，那你就会学得更快。我有遇过那个主厨哦，他下个礼拜要做 promotion， 他就丢一本食谱给你。他还很好，他有折页，他说我的前菜就是折页那几张，你回去，2天以后我要试菜，就拿食谱给我叫我做。就我遇过这样的主厨啊，那如果遇过这样，你就会提升啊，因为你觉得那个菜根本不行嘛，所以你必须要找更多的资料去把它补满这一块。那好的也有啊，从头到尾教你的也有，你可以学到很多。那以不管中西餐也好，其实现在比较年轻的厨师，他们都会希望存一点钱，然后到国外。去 working hard 的，然后去蓝带学院，去一个厨艺学校去学一学，然后学一些东西。那其实
以香格里拉饭店来讲，它在北京，它有一个北京的香格里拉，它有一个厨房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场地，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派副主厨或者是领班，全世界会每个饭店会客一个或两个过去那边训练一个月，然后再回来。那他回来以后，他就会跟大家做分析。其实饭店有饭店的资源，饭店有饭店的一些资源，不管，而且他不是只是派西餐哦，他也可能是中餐的师傅，也可能会过去。对，那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，其实你如果真正想那个厨师想要再精修，基本上不难，基本上他是不难。那以烘焙这一块来讲，就去古研所，中华古类研究所，在巴黎，那个官渡在可以淡水那边，它很扎实，尤其是做蛋糕、做面包、做中点这一块，我都还不会啦，我都还去学做中点，对啊，因为我爸爸喜欢吃中点，所以我就去学了以后我就去考，那第一次没考上，后来我爸超开心，他说那我还可以再吃一年，对，因为明年还要再考，他是很扎实的。对，那其他的你说还有什么样的？其实你说真正教的你的是那种开做创业的，你自己本身是厨师，你说你要再去进修，可能就不太会想去那种补习班，因为那个东西都是叫考证照或者考小试的，那个就学不到东西。我觉得就是在你自己去练，自己去用自己的现有的给你的这样的环境，然后自己如果你自己想进修，绝对是有办法。那我鼓励他念书啦，因为你念书之后，你有很多方式方法，他会跳脱那个痛一跳出来，其实他的很多思维想法他会不一样。OK， 还有吗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。是，请说。如果是以自助餐来讲，当你某一样菜色你把它做得很好，对，可是客人会用的很多，对，那你的成本就会爆掉。那你会选择把它做得很好，还是会把它随便做一做？随便做一做，成本不会爆。他把它做得好一点的话，客人他可能多拿了几次，对，成本就爆了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一道菜它卖得很好。对，我意思就是自助餐的这一道菜它特别卖得很好，所以当你在开，你可以交换出，比如说你这一道菜，比如说你八盘，比如说你刚刚做那个泰式牛肉，它都菲力牛肉，就类似于说现点的牛肉就是现煎的嘛，哎，那你如果说今天我吃了第一个，我也付钱嘛，就我吃了一块，我去老师我再来拿第二块。他吃得下哦，你讲的是那个，你说烧烤牛肉是不是？就现煎的嘛。现煎的。对啊，那你要把它做得很好，让客人一直来取，还是把它做得普普通通？小快一点就好。小快一点。我觉得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做得很好，你会加一个加。啊，你也在讲啊，对。你口口铃铛讲无吧？没有，像如果说像我们来讲的话，有时候客人就说就是要吃什么，要吃到很饱，他就只能说我要吃到很饱。那你会觉得说，我会坚持比较好。没有，我会觉得是相对的啦，就是所以你要保持它所有的东西 quality 都要。你一尾在吼，我这个台面就是这个东西是最好吃的。我可能旁边的这个海鲜沙拉，我可能其他的东西，我也想去试一口。或者是你只是专门吃牛肉的话，那他只要专门都吃牛肉的话，我会请我的服务生卖他酒，我会请他喝酒。我说你搭这支酒，我请你喝一杯，你看看这个酒好不好？江西这个地方哈，它就是住客多嘛，对，住客很长嘛，那就是会有这种客人。那你要淡旺季落差很大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是旺季。那点自助餐型现点现煎，没有，就是说自助餐它有。一般来讲，就是有现煎的牛肉。对，自助餐有现煎牛排，对不对？现煎的牛